环境。今天有点阴天，所以光线不是很好。周边的邻居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草地，这片草地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右边那个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 storage， 他们就是马上要搬走了。然后这都是他的邻居，今天波士顿下雨，光线实在是一般，但是主观的感受来说还是一个非常 quiet 的一个 neighborhood。 这些区域都是由他们的这个物业来管理的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他们是那个葫芦形的这个，一个转盘。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